来来来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好久没有在这样一个纯色背景里面给大家录有生之年系列了。那么今天呢是有生之年系列里面的万圣节特辑。去年我们做了《暮光之城》。我们还做了僵尸新娘、小丑，这么多吗？我们做了三个、这么忙。那么今天呢，要跟大家分享的呢，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部动漫里面的男主、金木研。那我们就来今天用非常简单的一些东西，很平常的一些道具来画这个妆。家里有没有用过这种蜡烛啊？用蜡烛？这种小蜡烛，就是一颗一颗的这种。一两块钱一颗的这种蜡烛、那把这个蜡烛倒出来呢，它就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小的一个铝的这个圆圆的这个罐，是吧？这个大小刚刚好，粘在这里的话就是口罩那个装置的大小。你转过来，买了这个呢就可以用来做这个仿妆了。OK， 那我们开始吧。我们开始。Garrett 的这个头发的长度也其实是刚刚好，那我们还是要用正常的步骤啊，修一下 Garrett 的眉毛。然后接下来呢是 moisturize， 用的还是这个 Bobbi Brown 的这个橘子妆泉啊。你真的喜欢这个？因为你被我挖空了。今天要用到那个人体彩绘的这个油彩的颜料，所以我们要将会染色的区域给用粉底先全部铺一层，然后用到粉底液，粉底液用到的是完美日记这个 P02， 粉底上好之后呢，我们要定一个妆。画好这个之后呢，我们要拿出来眼线笔，拿出一根黑色的眼线笔。Can you check? I think so.现在这个黑色的底打好之后呢，我们就来加上一点细节。头发呢需要先稍微造型一下，要让它稍微往前走，要让固定的形状，然后我们再把它喷成白色。然后用美纹胶把这个蜡烛这个口的一边给粘起来，剪成这个圆的。
把这个边边也剪成一些叉子，也可以用透明胶，也可以用纸粘一圈，再用那个520把它全部粘起来也行，那就变成这个样子。非常好，是不是？嗯，好。爱你，爱你。弄好了之后呢，就可以在美纹胶的这一边涂一些那个睫毛胶。如果大家想的话，也可以用马克笔在这个罐体上画上一些细节，然后就可以粘在刚刚我们留下印记的地方。因为它本身里面是空的，所以它非常的轻。16。嗯。就这波动，它是怎样？Sie fehlt zu Minen, ne? Diese Minen. 加完细节之后，我们开始吟唱。教えてよ、教えてよ、その仕組みを。僕の中に。第一集啊，我们很快再见，拜拜，嗯哇，来干嘛？抱一下吗？抱一下，你不要亲我，我想亲你，你能亲到我的脸上都是这个 ？Come on， 那再见，拜拜，我亲亲爸爸，亲亲。I'm Batman. I'm a little bit afraid. I think you take more. 这是我现在用的。那我觉得我可以去洗澡。